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上一批后半部分无法跟跑的星穹铁道 2.2 匹诺康尼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折纸小鸟护照贴纸书籍梦境迷踪齿轮王下一桶金表超隐藏成就刘梦娇热杀海选会场大剧院。这一批是针对完成了迷城追赃的玩家，导致上一批的后半部分没有办法正常跟。然后我们先来到这个地图里面，在我们的右前方，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梦炮，拿完梦炮之后，我们往前走，走到头右拐，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我们往下搭桥，搭下来之后，在我们的左前方有一个补充梦炮的地方，我们补充一下，接着我们回头，回头我们再走回来，走回来之后，我们左侧有个楼梯，我们走下来，然后走到尽头，这里有一个珠墨模块，我们给它操作一下，给它移动。移动之后，我们再回头，回头上楼梯。上楼梯之后，我们右拐，右拐往前走，然后左前方，我们再补充一下梦炮。补充完梦炮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搭桥搭下去。搭下去之后，我们往左拐，然后我们再搭一下桥。上来了之后，在我们的就是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就有个向下的楼梯，我们往前走。这就是一个镇守宝箱，它有一个成就。这个成就怎么完成？你去上一批，你去看就是 CR 啊 ，CR 还是 C3 或者 C4， 反正是有三个成就，你看一下。然后我们回头我们上楼梯。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左走，往左走之后，我们继续上楼梯，接着前方我们接着上楼梯，上来之后我们往左看，这里有一个补充梦炮的地方，我们补充一下，然后接着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方往前走，走到最前方之后我们下楼梯，然后这前方又是一个镇守的宝箱，然后它同样也有一个成就，你也是去看上一批。C2 或者 C3 或者 C4 反正有一个，走拿完之后你再回来之后上楼梯之后往左看，然后这个右前方我们搭桥搭上来，然后接着往前走再搭一下，下来之后左前方有两个控制器，然后前方还有两个小气球，我们先来到小气球这里，然后它的朝向，你看它的朝向下方有一个气球，你换上你的娜塔莎，然后平 A 打掉它之后就能够获得一个成就，拿完成就之后回头有一个控制器，我们移动一下，接着在它的另一侧还有一个控制器，也给它移动一下，然后在我们的就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往前走，在这个后方有一个补充梦炮的地方，我们补充一下，接着我们回头这个柱子，在这个柱子的另一侧有一个爬墙的地方，让我们爬上墙，然后我们再往前爬，然后上楼梯之后，上楼梯在我们的右手边，我们都看到这一个小鸟，折纸小鸟，你都拿完了之后打开小地图右上角返回，再传送回就是交易厅的传送点，揣着左前方进入这一个就是汉姆行动，进来之后正前方就有一个小鸟，你给它点击拽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再变回来，再打开小地图来到最左侧的这一个福音沙龙传送点，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跟这个小鸟对话，然后你把这个奖励全部拿掉。